大家知道，律师在扮演个案以及推动制度改革的这个角色，我们常常是面对有权力者。这个有权力者其实甚至是包括国家，而且在这个之外，我们还身负着监督司法以及保障人权的角色。所以过去司改会跟律师工会有联合推动了法官法、评鉴法官、检察官制度、法律扶助法等等保障人权的这些法案。所以我们一定要具有律师这个角色，是一定要具有一些很重要的，就是独立性跟专业性这样子的功能，我们才有办法去达到这样的使命。而要达到这个独立性跟专业性的话，在现在的律师法是完全不够的。我们的律师法已经20多年都没有检讨修正，以至于不止这个现在的律师法变成律师独立性专业性的绊脚石以外，不止停滞不前，我们很担心还是继续的劣化当中。部长将这个律师法修正草案送交立法院审查，我们发现呢，关于这个全国律师的组织，那么甚至呢，包括地方工会的律师组织呢，还是呢挂在我们法务部的下面，那等于说律师的独立性呢完全是没有了，甚至呢法务部呢，如果呢在颁给律师证书之后，那居然不用经过呢律师惩戒委员会的审查，就可以单独的撤销律师证书，这个对于我们律师的独立性呢是强害甚深。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代表了这个全国律师联合会呢来严正呢表示关切，那甚至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修正呢，其实对于律师的独立性呢是非常有很大的这个伤害的。为什么先迫切的需要修我们的律师法啊？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跟转型、民主转型是分不开来的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律师业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行业，它其实是政府的监督者，最强而有力的民间监督者，也是人民自由的守护者啊。我想在任何的国家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在任何集权独裁专制的国家里面，当政者、咨询者、掌权者无所不用其极，最想要压制的就是律师业。我们目前手上所看到的这部现行的律师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律师业之所以会放在法务部底下，由法务部来主管，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过往在威权时期，独裁者想要透过法务部，借由法务部的监督跟压制来压抑我们的律师业。这样的一个思维不只是表现在法务部作为我们的主管机关这件事情上面，同时也表现在我们的律师职前训练要由法务部来负责这件事情上面。想想我们现在律师在我们的目前诉讼的制度底下，跟在至少在刑事诉讼里面跟检察官是一个对立对抗性的角色，我们在检察官起诉一个案件之后，我们成为检察官的对手，在侦查中我们保卫当事人不受检察官滥权的侵害，可是我们却是要由检察官来训练，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目前的这个律师法这边，针对贪渎的这个法官或检察官啊，他们即便判决确定好，那这个入狱服刑之后出狱，我们律师工会仍然要接受他的一个入会。我想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对律师的一个独立性跟自律是非常大的一个讽刺啊。也就是说，我们律师工会仍然要含泪的接受入会。所以这部律师法，我想到这个上一次的修法81年到现在，其实已经21年了，这样的一个不合时令的一个法律哦，早早就应该修法。所以我们期待哦，这一次哦，能够法务部的部分能够尽早的完成这个律师法的修法，否则这样荒谬以及讽刺的状况就会持续，跟我们律师的独立性跟自律是非常大的一个违背。